Hello， 大家好，继续传说录宝石。上次打完超能力道馆，攞咗呢个潜水嘅，应该系嘛？应该可以潜，系啦，可以潜水。咁呢个潜水咧，就可以将我哋带到第八个道馆，又或者系水系古拉多，唔系，水系戈优卡嗰度。OK， 好啦，我哋打埋呢啲训练家先。好期待，其实去到四天王就好期待攞四天王嘅精灵。好啦，先落去先。咩事啊？小妖，迪猪八，先嚟个瞓觉先啦。叫种子炸弹。OK， 哇，巨牙鲨。佢拎咗去。我啱先醒过，我又唔记得咗买呢个蚊爬水。呢度就系第八个道馆嗰个海度啦。之后咧，但系我哋唔系要去呢度嘅，我哋应该要去到葛优卡嗰边。回去先啦，然之后买啲药先，唔系买药，买呢一个叫做蚊爬水。哇哇，原来商店有啲呢啲都卖啊！哇，我真系唔睇唔知喎，黐线，咁多嘢买嘅？呢啲普通嘅药水啦，冇乜需要嘅，其实都，但系呢啲劲嘢嚟嘅，广告头睇100蚊个，OK， 几好啊！其实呢个 game 都算系几适合新手去玩，我觉得。诶，焦点镜呢啲买一买啦，正版啲买10个先啦。有呢啲道具其实争好远哦，即系成个 game 嘅难度基本上大大降低。好，我哋飞一飞出去先。啊，冇得飞，唔紧要，我哋飞翻去原本呢个地方先。啊，因为我哋要搵一个海域呢度，呢度啦，几好其实。又唔使用招式机就可以推到蛇，劲开心。用个蚊爬水先，黄金喷雾。哎，俾唔想俾咗，俾咗呢一打布添。因为我想将佢记录喺嗰个快捷键啊，但系可惜佢冇，佢冇得咁做。千针鱼，超痛佢个毒，差啲毒死我。OK。之后就推呢啲石啦，呢个好似系咁样，咦？呢个点样玩？哦？咦？佢调转咗噶？点解好似印象中唔同咗咁嘅？同我以前行嘅路线，冲天拳，差字幅换重，护敌出场，精神强点啊？哇！竟然俾佢一下秒咗，我啲嘢咁废，啲嘢咁废嘅你御龙你啊，废得滞喎，差字幅啦，草技，长王都系草技啦，系因为佢加速特性啊，佢呢一个落雨加速，雷电妈妈打唔同，快变怪啦，逐流应该 OK 啊。哇顶啊！冇中到啲我，搞错啊！李如龙嘅水炮啊，凹痕我水炮，连妈妈浅达。呢度又系呢个解谜时间。OK， 守主呢度系唔系地震咩？我印象中好似系地震嚟嘅。好啦，呢度要打水蓝队，啊打水蓝队嘅葛优卡，唔系，哇化石，超劲喎化石，水龙啊，点解唔够打？冲天拳，马鼻，嘅巨化先赢到呢度，仲要麻痹咗添，佢头先用绿色嗰啲招技能真系少见，点解冲天拳咁难命中噶？好似。即系成日都唔中咁，巨牙鲨应该一下杀嘅可以。哇唔得，水流连破唔得啊！我哋要极巨化啦，我哋要极巨化啦，唔得啊，赢唔到佢。极飞极拳先啦，嚟两下极拳，一下极飞，太屈机啦！极巨化，你有得赢我咩？仲一个冲天拳就收佢档，系啊。哇，大火推喎，要咯，真系呢招必须要。
镰刀盔照用啦，跟住用冲天拳，冇中，再中到后面嗰下，哎，睇睇先，佢冇咗招最劲嗰招水嗰招技喎，系咯，佢冇咗招强咩水咬定乜鬼嘢？镰刀盔，咁其实最强应该系化石咯，我哋拎化石啦，化石最强咁滞 ，OK。之后又系触发咗呢一个两人互相推卸责任嘅时间，跟住大吴就出嚟解话，系咪？系出嚟讲下究竟依家点做？依家要做嘅好似系要去到呢度先，阿刘里斯啊呢度，咦？超古代喎、哦，呢个系超古代精灵嚟嘅，即系叫咩啊？系咪叫超古代啊？定始源啊？始源啊，叫做啊始源状态嘅葛优卡同埋古拉都喺度打交，好。哦、直接嚟到呢度唔使行过啲咩黑暗。OK， 超古代精灵，天空之树啦。哦，呢咩地方噶？虽然想惊中笔，点解有啲草喺度噶？哇，火狐狸喎，咩事？可以捉御三家嘅地方喎、啊，呢、這个系嘛 ？OK 喎，虽然都唔使，我都冇得捉呢度。无端端有草上有啲草喺个海度，发生咩事？喷个嘢先。哎呀，俾你睇到，又系你，先瞓个觉先啦，冲天拳啦。OK， 咁多训练家嘅咩呢度？好多个喎，系佢自己加上去噶。点解咁多个训练家嘅呢度？呢度仲冇洞穴冇，我就上天空之树啦。但系好似系咪要用嗰个单车啊？我好似冇攞到单车喎，应该唔使啊。我印象中记得呢一度，连空座未破坏之前系唔需要用到单车嘅，系啦。OK， 咁得啦。OK， 嚟啦，连空座。咁系咪始源状态？唔系喎，佢呢只又唔系始源。我哋翻去啦，佢都唔系始源嘅呢只，喂佢落咗嚟就变咗咩咯？落咗嚟就变咗形态咯，佢变态。OK， 跟住听下你阿妈，跟住就可以完结啦。其实我哋可以直接打馆主，我觉得呢度唔需要特登去打下面嗰啲训练架，我哋直接打啦，因为下面嗰啲都唔算话太吸引我去抢夺啊。我 Pokemon 要加多啲，加翻啲啲机关喺新嘅版本度啦。最新嘅版本剑盾系嘛？如果系讲冒险嘅，冒险嘅时候都有少少一啲机关嘅，我记得，但系印象唔深刻咯。对比起咩绿宝石啊、黑白嗰啲，黑白其实都做得几好。嗰条嗰个咩啊？双龙道馆嗰、那个嗰条双龙，唔知三条龙啊！哇，劲夸张啊！佢嗰、那个又系大嘴优摆头啊！听我会输嘅，其实系咯，顶有暴风雪，一个暴风雪收咗个档，又系暴风雪开头一齐，跟住用斑马嘅放电啦，哇，劲醒喎佢，劲醒，踩佢，都冇计嘅呢度要死，呢、這个难打啊，但系。我怀疑佢系知道咧，啲玩家会用极巨化，所以将呢一个 level 同埋个难度都提升咗。极巨拳咧，再极巨拳，两下极巨拳啫。啊，大镬，呢度会死可能，而家唔使好似，应该 OK 吧？哎呀，冇中到，蚀晒头先嗰下冇中到，即刻。同埋头先卖嘅嘢好似冇讲究眼镜。定还是佢系做咗一个系每个城镇唔同道具可以购买，我怀疑系，又系我嘅暴风雪暴中到，叮！可以确定嘅对面唔系讲究系列啦，因为我见到佢用降，佢用滚衰同埋暴风雪，咁先系啊嘛，大家都唔中，我最中意呢啲就系大家都唔中。OK， 之后就呼敌有冇机会快过佢啊？应该都难啲啊。
是但先擊佢先，啊咪先，誒、欸、OK， Mega 進化咗就快過去啦。對面嗰只係水哦，豆粒菇啊，種子炸彈，我命咗過佢，音速勁，唔夠佢快。黐龍王啊，先負敵先啦、啊、嚇，悠遊自如，衝浪又係命咗。火焰雞的極巨飛極巨拳極巨拳呢哦被人秒了剛才那裡又有少少buff到見到因為條血又開始奇奇怪怪哎呀這隻很難搞這隻這隻搞不定給你魚龍你殺了無所謂唔得啊！我哋豆粒菇唔够血，呢度会唔会比豆粒菇好啲？但又唔系。鲤鱼龙嗰度系咪有潘瀑布啊？俾咗潘瀑布俾鲤鱼龙，跟住抌走招水炮或者球鱼应该都唔需要啦。OK， 跟住俾个正法俾佢。哦，就嚟个。暴风雪冇中到，嗯，用雷电斑马佢会即刻换重，我哋用雷电斑马，如果我用其他技佢会唔会照用咧？试下先，哦，佢都系照收嘅啫 ，OK， 打粒菇，即刻烧伤，搞错，顶，即刻烧伤，跟住成，即刻输咗呢度。哎呀，仲结冰添，大镬！大镬啦，仲要结冰。好，雷电斑马，跟住我呢个换重打粒鼓，哇，劲醒呢下，神奇嘅一着呢、這个先毒。哇，对面，我对面吸动光线，对面吸动光线。哎 ，OK OK， 音速拳，搞掂咗呢只其实 OK 嘅，啊，二打咗好多，基本上呢度用鲤鱼龙咯。其实对面应该都可以一下打死我。正常嚟讲应该有雷击，哇！一招冲浪，落紧雨啊！头先仲你个副敌咧，副敌冥想一下，应该可以挨得住。哇！唔得咯，今次唔够佢快。火焰鸡嘅极飞，极飞先啦，跟住再嚟个极巨拳。对拳，哇！水流喷射，冇啦，未必够打。好啦，输啦呢度，好麻烦喎、啊！佢啲阵容都，我极巨都未必够打。睇有啲咩先？飞翔鲤鱼龙唔识啦，但系点解呢度鲤鱼龙可以用到飞翔？我唔系喎，佢全部都识飞翔，几特别啊！佢哋讲呢个 setting 几好，冰冻拳。水流獵捕，一回合轉水中下一回合攻擊，這個應該不是，這個應該是錯的描述來的，是的，再來過啦，我覺得可以贏到的，我覺得是差少少，差少少，是差命中率方面啦，哇 ，very good 喎，竟然可以跌到去冰，電燈怪，電燈怪我哋直接換走啦，冇計，豆粒菇用種子炸彈。副敌冥想呢又烧伤，点解又烧伤啊？精神强念都打唔入阴功，用错技应该用极拳，不过都打得死 OK 嘅，极拳喺度。哇，又中笔，点解写得翻零血？但又冇死到喎。百变怪龙之波动应该都死啦，我估佢。死啦！樱花鱼，樱花鱼我哋用斑马，放电。佢应该仲有只 mega 喺后面嘅，我觉得。OK， 宝石海星应该冇 mega 咁样。宝石海星冇 mega 系咯。先用百变怪先啦，我哋两只都俾佢黑住。咦？
光墙反射壁啊，光墙先啦，跟住急速折返，换只鲤鱼龙出嚟，跟住用龙舞一下，哎赢啦，佢打唔死我喺度，逆轮应该两下都死嘅 ，OK 搞掂。第八个馆主嘅精灵我收下啦，各位啊，呢一队入面其实最强。我想应该是宝石海星、刺龙王、大嘴欧呢几只，但系宝石海星啲技能啊，不过唔紧要，佢啲技能都系废。刺龙王啦，啊，刺龙王啦，唔使拣啦，刺龙王啦就聚宝弓，佢个招式机俾咗聚宝弓我，几好啊。OK， 然之后咧，我哋就可以穿越呢一个嘅四天王啦。我好想快啲去到四天王嗰度，好想用四天王嘅精灵啊。先开个喷雾，然之后我哋直接去到咩啦？喷雾 ，OK。呢条路点行嚟咗？望望地图就知道行错路。呢啲唔使打都得啦。OK， 玩法我哋嚟到呢、这个联盟之前啊，我哋检查一下精灵箱入面嘅精灵嘅状况先。嗱，由呢一度开始应该系，我谂由细胞仔开始，哇，天真细胞仔，马夫啊，冇咩特别啦，马夫，心灵感应，无敌嘅同，哇，呢个劲喎，加速喎，加防减攻，加速减防。麻麻地，加速減特攻呢、這個都 OK 其實，不過理論上黑雷暴應該係加攻好啲。巨金怪加防減特攻勁喎，呢個特性，這個性格勁。加特防加攻減特防，麻麻地。加特防減防冇，這個都麻麻地。呢、這個又唔係放情噶，不過我有放情六尾啦，九尾六放情九尾。加防減攻普普通通啦，哇！點解特攻咁低嘅咩佢？我估唔到喎，咁低嘅咩特工？储水，粗糙皮肤，穿透，湿气，加工减特防，啊、又系冇嗰招水嗰招牙啦，加特工减防冇用啦。OK， 下一页，最新呢两只咧，穿透。湿屁嘅刺龙王唔系啊嘛，大佬湿屁系咪梦特性嚟啊？我记得佢系追击手悠游自在同埋湿屁，唔系咁低能啊嘛。咁真系可以唔使用噶啦，嗰一只，因为湿屁真系呢啲技能通常唔会用嚟对战，即系佢系对战外效果先有用咯。啊唔系，佢系防止人爆炸咯，唔知道有冇用啊呢一、這个极巨拳啦、啊，直接。我谂我如果唔极巨，可能未必够打啦。而家我觉得作者应该系特登预计我哋会极巨，所以先至会 set 到咁难啲精灵。咩噶？哇 ！OK， 我知道点打啦呢度。不过正常嚟讲，应该要极巨飞咗先，因为极巨化嗰、那个极巨飞呢一个加速实在太强，跟住用极拳啦，一下打唔死，咁啊打埋第二下，攞埋两个加攻 buff， 之后仲用冲天拳。下一隻就直接用大火推，应该都 OK 啦，应该唔会反死我嘅。啊，雷电猫，冲天拳应该都杀嘅。椰蛋树就大火推，唔系喎，呢个龙系嚟嘅。飞行，我应该会死，啊死啦，太多血啦对面。大闹一番，固定，冇啦，完啦对面。哇，佢出奇一击。头先竟然快过我，减速拳，咦？佢条血量又中咗笔，我系拎卡比兽啊，定系椰蛋树？拎椰蛋树，其实我都想用下椰蛋树，阿罗拉嗰只，我好似未用过阿罗拉嗰只椰蛋树，睇下有冇机会用到啦，应该都冇啦，应该都冇啦，好老实讲，啊难啲，系啦，沙漠蜻蜓，大火推 ，Oh no， 唔紧要啦，死咗啦。呢只要用冰或者龙啊，鲤鱼龙啊，食药，啊变怪，龙爪，
OK， 沙漠清零。2000 years later。好啦，咁慢快咧嚟到冠军之路嘅尾声啦。咁因为咧全程都黑掹掹，咁我就唔俾大家睇啦。咁就嚟到呢一度嘅尾声，我哋嚟打埋呢度啲训练家，我哋就可以去到联盟啦。好，李月龙，我哋好，我好期待呢一个本主啊，唔系呢个四天王嘅精灵系嘛？我系咪可以不断 keep 住拎人哋啲精灵，然之后过呢个四天王？几特别啊！呢、這、一个火箭模式真系好好黐线呢一个谂法。富迪啦，唔应该用富迪黐线。预知未来，精神冲击，哇，催眠。OK， 细胞仔啦。虽然我谂细胞仔呢啲，即系基本上打冒险应该唔会用到佢。因为细胞仔速度太慢，基本上永远被人先走。极具电啦，好烦啦！哇，呢下极具电，厉害！守护有咩用？我呢个极具电破呢个守护。OK， 得啦，请教王啦。好，嗰、那个唔打啦。好，我哋终于嚟到呢个冠军之路最尾嘅终点，四天王联盟，我哋可以睇下四天王究竟有啲咩啦。咁但系今集时间玩住呢个先，我哋下集将会挑战呢个四天王，抢夺四天王嘅精灵。好啦，拜拜各位。